2112D Tower Defense Survival 是一款画风怀旧的策略塔防游戏，玩家将扮演星际指挥官，前往各个外星殖民地建设防御基地，好阻挡外星生物一波又一波的攻击。在每场战役中，玩家将能够建造自动机枪、火焰枪或是电磁炮来对抗不同的生物。有别于单纯观战的玩法，本作中玩家还能够对防御塔做出更多的微调指令，像是优先攻击数量多的生物或是巨型生物等等，玩家将能够依照来袭的敌人执行不同的战术。此外，玩家还能够以战局的不同来发动空袭或是架起临时防御墙，就看你想如何调兵遣将喽。